大家好，我是王树森。这节课我具体讲文本处理与 Word Embedding。这节课和接下来两节课，我们都会用 r m d b 电影评论的数据，并且搭建机器学习模型来分析电影评论。r m d b 是最有名的电影评论网站，但貌似被天朝给强调了。用户可以在 r m d b 上给电影打分，一分是非常讨厌，十分是非常喜欢。如果乐意，还可以写一段电影评论。 如果我不给你看分数，只给你看评论，你大概能猜到用户打的分数，但你的猜测可能不太准确。如果换种方式，让你判断电影评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，你应该会有很高的准确率。有人从 R N D B 上爬了五万条电影评论，这些电影评论都是很极端的，都是强烈的喜欢或者强烈反感。这个二分类问题对人来说很简单，人读一下电影评论就能轻易知道这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。 人应该能有百分之百的准确率。这个数据集分成两半，两万五千条作为训练数据，另外两万五千条作为测试数据。在做 wording embedding 和搭机器学习模型之前，我们要做文本处理，把文本变成 sequences。文本处理很无聊，但大家应该重视文本处理。文本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机器学习模型的准确率。文本处理的第一步是 tokenization。 把文本分割成很多 tokens，、ok、这里我们把文本分割成单词，一个 token 就是一个单词。假如你把文本分割成字符，那么一个 token 就是一个字符。做完 tokenization，一个很长的字符串就被分割成了一个单词的列表。tokenization 看似简单，但是讲究很多，比如是否应该把大写变成小写呢？ 通常应该把大写变成小写，因为大小写单词通常是一个意思，但有时候会混淆单词，比如大写的 Apple 是苹果公司，小写的 Apple 是水果，大小写 Apple 并不是相同的单词。有些应用会去掉 stop words，stop words 是 the、a、uh,、of 等最高频的单词，这些单词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句子里，这些词对二分类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 还有应该怎么样做拼写纠错？用户发 Twitter 或者写电影评论的时候，并不会仔细检查，所以写的东西难免会有拼写错误。做 t y p e correction 通常是有帮助的。这里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，实际做 tokenization 的时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。tokenization 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并不容易。第二步是建立一个字典，可以首先统计词频，去掉低频词。 然后让每个单词对应一个正整数，比如让 the 对应一，cat 对应二，set 对应三。有了字典，就可以把每个单词映射到一个整数。这样一来，一句话就可以用一个正整数的列表表示。这个列表被称为 sequence 序列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还得进一步做 one-hot encoding，把单词表示成 one-hot 向量。 在电影评论的例子里，数据是五万条电影评论，每条电影评论可以表示成一个字符串。做 tokenization 和 encoding，每条电影评论都会被转换成一个 sequence，也就是一个正整数的列表。电影评论有长有短，有人只写几句话的评论，有人能洋洋洒洒写几千个词，所以得到这些 sequence 的长度也各不相同。 比如这两条 sequence 的长度分别是五十二和九十，这就造成一个问题：训练数据没有对齐，每条 sequence 都有不同的长度。做机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得把数据存储在矩阵或者张量里，这就要求把序列对齐，每条序列都得有相同的长度。解决方案是这样的：我们可以固定长度为 w。 假如一个序列太长，超过了 W 个词，就砍掉前面的词，只保留最后 W 个词。当然，你想保留最前面 W 个词也同样可以。假如一个序列太短，不到 W 个词，那么就做 zero padding，用零来补齐，把长度增加到 W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序列的长度都是 W，于是都可以存储在一个矩阵里。 文本处理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每一个词都用一个正整数来表示。下一步是 word embedding，把单词进一步表示成一个低维向量。现在每一个单词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，该怎么样把这些 categorical 特征变成数值向量呢？显然可以做 one-hot encoding，用一个 one-hot 向量来表示一个单词，比如单词 good 的 index 是二。 于是就用标准正交基 e2、ER、来表示，它的第二个元素是一，其余元素全都是零。假如 vocabulary 等于 v，也就是说字典里一共有 v 个单词，那么就需要维度等于 v 的 one-hot 向量。要是字典里有一万个单词，那么这些 one-hot 向量就都是一万维的。这样的向量维度太高了。下节课讲 Rn 的时候，你会看到。 R N 层的参数数量正比于输入向量的维度，你肯定不想让输入的向量是一万维的，否则一层 R N 至少有好几十万个参数。于是我们要做 wording embedding，把这些高维 o n e h o 向量映射到低维向量。具体做法是把 o n e h o 向量 e_i 乘到参数矩阵 P 转置上，矩阵 P 转置的大小是 d 乘以 v，d 是磁向量的维度。 由用户自己决定，V 是 vocabulary，也就是字典里单词的数量。矩阵乘法的结果叫做向量 xi，xi xi 就是一个词向量，维度是 d。如果 o n e h o 向量 e 的第三个元素是一、e,，那么 xi 就是 P 转置矩阵的第三列。可以看出，P 转置矩阵每一列都是一个词向量。同理。 这个参数矩阵 P 的每一行是一个词向量，这个矩阵的行数是 V，也就是 vocabulary，每一行对应一个单词。矩阵的列数是 D，D 是用户决定的，D 的大小会影响机器学习模型的表现，应该用 cross validation 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D。字典里的第一个词是 movie。 那么参数矩阵 P 的第一行就是 movie 的词向量，字典里第二个词是 good，那么第二行就是 good 的词向量。我们的任务是判断电影的评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这个参数矩阵是从训练数据中学习出来的，所以学出来的词向量会带有感情色彩。假如这些词向量都是二维的，我们就可以在平面坐标系中标出这些词向量。 Fantastic, good, fun，这些词都带有正面的情感，所以这三个学出来的词向量应该比较接近。同理，poor, boring, mediocre，这些词带有负面情感，所以学出来的词向量也应该比较接近。但是这些词的词向量应该远离正面色彩的词向量。像 movie, is 这样的中性词没有感情色彩，所以它们应该在中间。 Keras 提供 embedding 层，用户需要指定 vocabulary 的大小 v，词向量的维度 d，以及每一个 sequence 的长度。我们处理数据的时候，设置词汇量 v 等于一万，以及每个电影评论用最后二十个词。我设置词向量的维度 d 等于八，这是通过 cross validation 选出来的。embedding 层的输出是一个二十乘以八的矩阵。 每个电影评论中有二十个单词，每个单词用八维的词向量来表示。embedding 层的参数数量等于八万，八万是这么算出来的：embedding 层中有一个参数矩阵 P，矩阵的行数等于 vocabulary，我使用一万个常用词，所以矩阵有一万行。矩阵的列数 d 是词向量的维度，我设置 d 等于八。 所以这个矩阵的大小就是一万乘以八，embedding 层一共有八万个参数。到这一步，我们已经完成了文本处理和 w o r d i n embedding，保留每个电影评论最后二十个单词，每个单词用一个八维的词向量来表示。现在我们用 logistic regression 做二分类，判断电影评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用这几行 Keras 代码就能实现一个分类器。 首先从 Keras 的库里面导入 Sequential 模型，Sequential 的意思是把神经网络的层按顺序搭起来。然后从 Keras 到 Layers 里面导入 Flatten、d a n c e 以及 Embedding 这三种层。设置词向量的维度 d 等于八。现在开始搭网络，调用 Sequential 返回 model 这个对象。接下来往 model 里面依次添加各种层。 第一层是 embedding 层，embedding 层的输出是个二十乘以八的矩阵，每条电影评论中有二十个单词，每个单词用八维的向量来表示。第二层是 flatten 层，把二十乘以八的矩阵压扁，变成一百六十维的向量。最后一层是 d a n c e 全连接层，输出是一维的，用 sigmoid 激活函数。 这一层的输出是介于零到一之间的数，零代表负面评价，一代表正面评价。这样一个全连接层其实就是 logistic regression。用 summary 函数可以打印出模型的概要，模型的概要显示出每一层的名字、输出的大小以及参数的数量。接下来编译模型，用 model .compile 这个函数。 指定优化算法是 RMSProp，损失函数是 CrossEntropy，评价标准是 Accuracy。然后用训练数据来拟合模型。我把训练数据随机划分成了 Train 和 Validation 两部分。训练数据 X_train 与 Y_train 包含两万条电影评论，Validation 数据 X_valid 和 Y_valid 包含五千条电影评论。 X_train 是个两万乘以二十的矩阵，二十的意思是每条电影评论中有二十个单词，每个单词用一个正整数表示。运行 model 到 fit 函数 k a r a s 就开始训练模型了。我让训练进行五十个 epochs，epoch 的意思是这样的：把两万条训练数据全都扫一遍，叫做一个 epoch。五十个 epochs 的意思是说。 把训练数据全都扫五十遍，运行 model 到 feed 函数，每完成一个 epoch，keras 就会输出一条信息，里面包括训练和 acy, loss 和 accuracy，以及 validation loss 和 validation accuracy。我在左右两张图里分别画出 accuracy 和 loss。左边图里蓝色的曲线是训练准确率，一直增长到百分之八十五。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，红色曲线是 validation 准确率，增长到百分之七十四就不再增长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让训练进行五十个 epochs。如果我用二十个 epochs，validation 准确率还没有达到最优；如果我用一千个 epochs，validation 准确率也不会更好，只会白白浪费计算时间。完成训练之后，要在测试集上检验模型的表现。 用 m o d e l d e v a l u a t e 函数，把测试数据作为输入，函数会返回 loss 和 accuracy。测试的 accuracy 大约在百分之七十五。假如你做随机猜测，你的分类准确率是百分之五十。这个简单的模型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五，比瞎猜要好不少。这说明模型学到了东西。百分之七十五远不如人的表现，人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。 但百分之七十五也不是太差，毕竟只用了每条电影评论最后二十个单词。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：这节课上半部分讲了文本处理。给我一条电影评论，我首先做 tokenization，把电影评论分割成很多单词，然后把每个单词编码成一个数字。这样一来，一条电影评论就可以用一个正整数的序列来表示。 这个正整数的序列叫做 sequence，sequence sequ 就是神经网络中 embedding 层的输入。由于电影评论的长短不一，得到的 sequences 长短也不一样，没办法存储在一个矩阵里。解决方案是 alignment 对齐。假如长度大于二十，就只保留最后二十个单词；假如长度不到二十，就用零补齐，把长度增加到二十。这样一来， 每个 sequence 的长度都是二十。这节课后半部分讲了 word embedding，以及用神经网络来判断电影评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把这样一个长度为二十的 sequence 输入 embedding 层，embedding 层把每个单词映射到一个八维的词向量，所以每个长度为二十的电影评论就用一个二十乘以八的矩阵来表示。 接下来用一个 flatten 层把二十乘以八的矩阵压扁，变成一百六十维的向量。最后用 logistic regression 分类器输出一个零到一之间的数，零代表负面评价，一代表正面评价。我们来数一下模型参数，embedding 层有一个参数矩阵，大小是一万乘以八，一万是字典里单词的个数，也就是 vocabulary。 八是词向量的维度，每个单词被映射成一个八维的词向量。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分类器有161个参数，分类器的输入是160维的向量，所以分类器有一个160维的参数向量。分类器还有一个 intercept，也叫 bias 或者偏移量，所以分类器一共有161个参数。感谢大家观看。 下节课我们学习 RNN 循环神经网络。RNN 模型的分类准确率远比这节课用的浅层神经网络要好。